驶进北浦老街旁的喜欢儿停车场，你会听见一句铿锵有力的欢迎光临。欢迎各位，迎面来的正是停车场的经理詹志荣，看他精神抖擞的有秩序的引导客人把车子开进停车场，等待客人将车子停妥之后递上停车券，并收取以次计费的停车费。詹志荣是家中夭子，因染色体异常智障且患有先天性肠胃堵塞，出生后医生曾一度劝告身为父母的詹长宗与杨月琴，要照顾这样的孩子未来将会有很大的挑战，要有心理准备。这一张是那个志荣的那个病危通知单，他刚出生第二天发现他有问题，后来就送到长庚医院去，医生说要紧急开刀，开刀的当中呢，他就开了一张这个证明单，我不晓得是这么严重啊，原来他是这么危险，他是病危通知单。但如今看着志荣可以在停车场的工作上独当一面，而深感欣慰。家里如果有身心障碍的孩子，一定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辛酸故事。那么今天来到真情部落格的这个家庭里面，也有一个特别的孩子啊。当然有很多艰辛的时刻，但是他们要怀着喜乐的心情来告诉你们，在那个辛酸背后，很多人没有办法去想象的那个柳暗花明的又一村，那个桃花源的喜乐。让我们来欢迎张长宗以及杨月琴。谢谢，欢迎你们。嗯，詹大哥以及月琴姐哦，我们知道这个孩子他其实就是唐宝宝哦，唐氏症的孩子嘛哦。不过刚开始是怎么发现这个孩子是有一些状况的呢？嗯，就是他出生的第二天，嗯，那我们就发现他吃奶的喝奶的时候呢，他就会吐出来，嗯，那我们觉得很奇怪，我们就急速的把他送到台北的长庚医院去，然后也做了一些的检查。一直到第七天，医生告诉我们说他就是肠跟胃堵塞了、哦、所以他吃的东西下去不会上来、哦、就会上又吐出来回来了，对、嗯、所以要大手术这样子。经过这个手术的过程当中做血液的筛选、嗯、筛选当中他就发现说这个孩子是有异常的、哦、所以他就告诉爸爸这个孩子、哦、他是染色体异常，就是唐氏症、哦，所以我们才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不懂得什么叫染色体异常，对，刚开始我们没有听过，然后我们就晴天霹雳的觉得说怎么回事啊，就没有想到哦。嘉大哥，那个时候医生其实我告诉你们说，如果是因为他的染色体异常，是糖宝宝，他其实会有各种不一样的症状啦。那发生在这个志荣的身上的状况就是他的肠胃道会阻塞，那这样的孩子的存活率是多少？医生说一半。一半，对，但是说如果手术以后成功，嗯，你心里要有所负担，因为在这孩子身上你要付出很多的代价就对了。嗯哼，他问我说愿不愿意，就有这个后果，你愿不愿意去负这个责任？嗯嗯，如果愿意，他才帮我们的孩子开刀。身为妈妈，其实这个心情应该也是，我想这个付出，我只要身为母亲的一个生命在手上，都会这么做决定了。我曾经想过说这个孩子在医院里面住加护病房21天、嗯、我想这个孩子到底会不会再回到我身边、嗯、然后我也想不回来也就算了，曾经这么想过啊、嗯、因为蛮懊恼的，那坐月子当中碰到这样的事，
所以我很无助。对，因为不能跟家人讲明白，他们没有信主。嗯哼，那怎么办呢？我只有向上帝祷告。所以我生志荣的时候呢是剖腹产，可是我在坐月子的时候呢我是禁食祷告。我婆婆看我煮那么大锅鸡酒为什么没吃，对，我真的是有苦难言啊，我不晓得怎么跟她说我的孩子他是有很大的问题。哇，那个时候你的压力应该很大咯，很煎熬啊。那我就每天都睡不着，因为我看着那个孩子啊，怎么办啊，这个啊以后要怎么教养他，我一直想这个问题。然后我看到好像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啊，我就把他摇醒，我说我睡不着呢，你怎么呼呼大睡，你难道不会为这个志荣将来的问题要怎么样着想吗？你不会担心吗？他就说你担心有什么用呢，我们有一位神，我们可以向他祷告，你就睡啊，你不睡又也是要过一天啊。他经他这么一说，我就好像有比较想通了啊，对，要回到神前面。有没有还是有像月琪姐一样的问题在祷告的时候去问神？我比较有更积极的想法，就是说这是神所给我的，我想在神你是应该在这件事情有什么功课要我所学习的，我愿意去面对，我愿意去学习，所以我比较容易度过这种的难关就对了。怎么会刚开始说有一度就是不能接受，或是难过压力大到想要去自杀？因为我觉得上帝他答应我说要给我很健康是很聪明很聪明的孩子，很有智慧的，我认定是这样子。可是当志荣出生的时候呢，唐氏症就是一个大家都知道他就是一个智商很低的一个低能儿，在一般人来讲是低能儿，所以我就不能接受这低能儿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我就常常想说怎么办呢，以后我怎么带他出去，我不敢带他出去。唐宝宝是国际脸型，所以不管是红黄黑白种的人，他的样子就是那样子。嗯嗯。所以他两岁多的时候呢，我公公就一直说奇怪他怎么长得跟哥哥不一样，怎么看都觉得不像啊。嗯。可是我没有办法解释。那日子越来越接近我要回去我的岗位上上班，我得考虑很多问题啊，我的孩子谁要帮我带，我连那个保姆之前都请好的，我都会想说保姆会不会带他，会一直想的，脑海里想的都是别人会不会排斥他。一场普通的家庭聚会却是扭转两人一生的幸福关键，奇妙的结合促使两人在将近不惑之年才结婚。原本以为这样的婚姻是受到上帝极大的祝福，未来也必定是一帆风顺，却没想到在第二胎时生下的孩子竟然是患有染色体异常的唐氏症的喜憨儿。两人究竟要积极面对还是消极的接纳，再考验着两人对共同信仰的坚持。其实你们两个的婚姻的结合也蛮奇妙的，也是因为有着信仰的关系嘛，对不对？是，对。嗯，可是那个跟一般人所想的是不太一样的哈。对，我一直都在北埔聚会，那有一天呢，就出现了一个人，就是他啊，是我先生，他是中途才进来的。我们在教会里面知道有他，知道有我，但是我们从来不来电的。这样前后从认识到结婚是有七年的时间。七年啊？对，七年之间呢，我们从来没有约会啊。所以呢我们这段过程当中啊几乎都是空白，就是聚会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啊，在一起唱诗啊，在同个教会里面就这样。但是当中呢七年当中啊有不同的人介绍我跟他，觉得我们是有夫妻脸，可是都不来电啊，怎么办？到第五年，差不多到第五年的时候，其实上帝在感动我了。我周围的人他们觉得我跟他很配啊，所以都又会有不同来跟我讲说我介绍你嫁给他这样子啊。他那个时候满脑子都想要出国了，所以他心里没有我。你那时候心里真的都没有想到想要结婚，或者说这个在身边的女生是一个好的对象吗？因为这样，在我读书的时候，我的老师告诉我，如果你想出国的话，你最好不要有结婚。嗯，所以在当时的想法就是说，不把婚姻放在，就希望去想赚点钱，存点钱，能够到国外去读书。那是我当时的想法。是，但你一点都没有觉得他可能是你的伴侣吗？有想过。有想过。对，在心里而已。哦，有那个上帝给我这种感受就对了。那后来是怎么结婚的？
后来我们竹东教会，竹东地区教会有一个姊妹，她是传道人。有一次晚上的家庭聚会在我家，然后我妈妈参加，我妹妹参加，我弟弟也参加。这一个会说预言的这个姊妹，她就邀请她参加，她就是不参加，她不肯来。总共好像邀请很多次很多次，最后她不得不穿着拖鞋到我家，第一次到我家，我们就做了一个圆桌子啊。很妙的时候，大家一入席一坐好的时候呢，我妈妈刚好坐中间，那她坐右边，我坐左边，所以这个聚会呢是蛮有意思的啦，就是一般的这样子唱诗啊，然后讲到完毕以后呢，她说我现在要办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也不晓得她要说什么，她就跟我妈妈说，你愿不愿意把你女儿嫁给他？当场问的哦，大家都听到哦。妈妈她帮人做媒人做很多啊，怎么有这种做法呢？要是有一方不答应就很难堪啊。对，所以我妈妈就一直笑。他说你不可以笑，这很慎重的事，你赶快决定你要愿不愿意把你女儿交托给他，嫁给他。我想他心里在想，我这个女儿已经35岁了，好吧。所以他就点头了啊。后来他又转过来先问我，你愿不愿意嫁给他？我心里想，这么尴尬的事，要是你愿意他不要怎么办？对呀，我就有这个担心了啊。我想怎么办啊，我心里一直在盘算，上帝啊，怎么跟我开这样的玩笑，叫我先讲，偷偷讲还好啊。可是最后因为我在前两年我已经知道了，真的是很清楚，觉得会惦记着这一个人，他的一举一动，他有什么事情我会很关心，但是没有行动。结果他就说你愿不愿意，最后我就硬着头皮愿意，后来就转过去问他，他很快就点头了。奇怪，那为什么在那个饭桌上你就可以说不要出国了？其实 我已经知道说，虽然外国的许可证、入学许可证我已经有了，因为我家里穷，没有能力可以让我出去。我想年纪也大了，所以说也应该是结婚的时候了。他说那就这样子咯，他就是你的太太，你就是他的怎么样啊，就是要宣，好像宣告一样，婚礼上的宣告一样。然后他特别跟我妈妈讲说，你不可以收聘金啊，一毛都不可以收。你看两个人没有互相了解，那个脾气啊，那个磨合会不会突然一下子会想法会不一样？想法不一样，比如说是小事情哦。我的看法，因为我个人是比较随性的，我也比较喜欢开玩笑啊，或怎么样这样子哈。那他就是一本正经的，对，他很正经的。刚结婚差不多半年左右，你看半年我还没有摸透他呢，他说我要出去理头发，我就说好啊，他去一下就回来了，理好回来，我看他头发怎么理那么短，我觉得他头发长一点会更帅啊，这是我的角度看法嘛。那我没有经过他同意，可能他自己觉得要理得这样干干净净的、简短的，这样很舒服。但是我的觉得视觉上呢，我觉得不要理太短。所以我就建议他，我说你下次不要理那么短啊，你头发这样短，没有那么好看。他就很生气啊，连我头发你都要管啊，回去找岳母评评理，看我哪点做错了。那时候我真的惊吓了，我想啊，我先生是这个样子，我真的吓到了。可是他不知道，我没有说出来。哦，哇！所以其实你们会觉得这是神匹配好的，所以这条路应该是很顺利的、很美满、幸福的，一切光明的。所以当这个志荣这个孩子出生之后，我想月琴姐会觉得说有落差，对不对？质疑说，就是上帝配你们这件事情，或者说那个姐妹讲的话，就说从头到尾都是个错，会不会根本不是这个样子？就是有很多开始。往前面就开始去反对也好了，或是质疑啊，这样。刚开始会质疑，觉得说上帝跟我开玩笑啊。虽然说后面我跟神祷告，我已经突破了说，这是神给我的，我接纳他的，这是神的礼物，我接纳他。可是那个调试其实还是一段时间啊，所以我看到我朋友，我还是不会很刻意的说，这个是我儿子，这个是我老二这样子哦，我会避开。但是到现在呢，我就是以他为荣啊，我觉得很光荣，我有一个这样的孩子啊。那个很小的时候呢，他曾经拿我的钥匙，我的钥匙开了门以后进去，然后他不小心，他觉得好玩嘛，就搬到后座那个门，一翻开来觉得里面很特别，有放东西，他钻进去拿那个东西。
可是他没想到钻进去以后他就出不来了。我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神的带领，因为我为什么会去开那个后座的门，我听到那么小的声音打开来就看到他在里面，嗯哼，全身都是这样，可能在挣扎吧，害怕。他那时候两三岁，家有喜憨儿志荣，虽然刚开始身为妈妈的杨月琴要带志荣上街，往往遇到路人投以歧视的眼光时总会心情低落，如今学会正面思考，欣赏儿子有许多别人家孩子所没有的优点。翻你好，慢点慢点，慢慢点，我屁股在憋。饭前要带谢饭祷告，饭后习惯替大家递卫生纸，也会帮忙照顾92岁的老奶奶，十分贴心。我们这里今天所要学习的是怎样用铁钉来作画哈。而从事木工与室内设计的爸爸詹长宗也欣慰儿子有颗善良的好心肠，还义务担任喜憨儿的木工老师。而能够陪伴志荣一起成长，也让家人变得更有耐心，抗压性也提高，相信志荣是上帝派来的天使。我刚听到了詹大哥跟月琴姐他们的这个结婚的过程，真的很戏剧化。那么接下来就要欢迎他的一对宝贝儿子来到现场。志华你好，你是大学毕业嘛，对不对？对。那志荣你好。你好。你好。你现在19岁。19岁。对不对？上节目会不会紧张？我不会紧张。不会紧张，好棒。有不同的管教方式吗？应该是没有。应该是没有，对，我们是把他当作正常孩子一起管教。嗯，我想这样对他才有帮助。嗯哼，那真的这样吗？我们问哥哥。可能小时候比较会有这种感觉，但长大一点之后，我觉得有一些，因为他比较特殊，所以我就会礼让他。嗯，所以小时候在去理解那个过程的，对你来讲其实是有一段时间的适应期。其实是蛮快的。也蛮快的。对。我想在照顾这个孩子的过程里面有一些蛮惊险的这个经验啊。那这些故事其实我有听之后讲一些，我都觉得哇，当妈妈的话真的捏把冷汗，因为不是那么听使唤，就是你教过了，或者是你跟志华讲说啊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能教个两三次他会了之后你是放心的，但是志荣不是，他会搞失踪啊。其实他不是刻意的，因为他很随性，他也不知道别人会担心他。那个很小的时候呢，他曾经拿我的钥匙，我的钥匙开了门，开了门以后进去，然后他不小心，他觉得好玩嘛，就搬到后座那个门，一翻开来觉得里面很特别，有放东西，他钻进去拿那个东西，可是他没想到钻进去以后他就出不来了，所以他就在那里面差不多有一个钟头。刚好我去洗头发，回来以后我就问我妈妈说：“我要回家了，志荣呢？”妈妈说：“我刚刚有去街上找，他也觉得很奇怪，因为找了一个多钟头都没有看到人。他就站在我的车子旁边，就说他拿刚刚明明拿钥匙还在这个车上玩呢，一下就不见了。我们都站在车子的旁边嘛，我就忽然就听到一个很沉很沉，好像是山谷里面传来的声音，这样小小声的，妈妈妈妈妈妈，就这么小声。”可是我竟然听到了，我就直觉的就把后座门打开来，就看到他在里面，全身都是这样，可能在挣扎吧，害怕。他那时候两三岁，所以他全身都是整个脸都是黑的，不是黑的，就是脏的啦，脏的，不是那个是脏抓的黑黑的，身体都湿透了。他站起来，我把他抱下来，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说，我不会形容，就是那个时候看到他的时候，我就把他抱住了，抱下来。看到他我快掉眼泪了啊，因为觉得说这个生命也许
我再慢个几分钟，说不定就没很多。对，很多幼稚园不是闷在车上的吗？那空间很大。对。可是他在那么小的空间里面，他可能会脱水啊。神还是保守他。哇，有没有那种经验是真的有受伤啊？什么？因为一些意外啦、啊、什么？在蓝屿的时候。我们是到蓝屿是帮蓝的幼稚园盖那个幼稚园教室，因为他们的经费是不够的，所以我是在那边当志工，可是他们没有钱，需要有很多的，当时讲义工来帮助他们，所以当时我们就跟当地的这个部队认识，所以我们是约好我去载他。可是当我去他们营区载他们的时候，看到那些兵没有在那边门口等我，所以我就开着车在他们的营区前面停下来，那个营区稍微有点斜坡了，所以当我进去叫那些兵出来的时候，我一看见我车子已经往那个斜坡再冲下去了，所以那时候非常非常紧张，我不晓得怎样一直冲到那个车子，然后钻进车子把那个手刹车拉住，这拉住停好，就是差一步就掉在那个悬崖下面去了。哦，真的啊，好可怕哦！那差点两条命都没了。对，没错，所以当时非常非常紧张，可以说全身都软掉了。哇！所以下班以后，他跟我讲一件事，他说：“你今天差一点见不到我们两个人，我还不晓得发生什么事嘛。”后来他才告诉我，我觉得真的好可怕。你们怎么会跑到蓝屿去啊？是上帝感动我们去在那边帮他们盖教室。哦，所以你去那里帮他们盖教室？对对对。你是去当义工的吗？是当义工。当义工，然后两个孩子都带去啊？对，是。这话你还记不记得啊？记得啊。对。那里好不好玩？刚去的时候觉得那边很脏，很不适应这样子。会。那妈妈，你们不会担心说两个孩子带过去，然后爸爸当义工哎，那经济问题怎么办？我在小学，我在那他们的后山的一个小学啊当老师。哦。那离岛啊，那个津贴蛮丰富的，够我们使用啊，加上薪水啊，我觉得我们在那边其实还是很富有的。虽然我们在那，我先生在那个男人协会当志工，可是他供应吃的给我们，因为买吃的东西几乎都要从台中坐飞机或者坐船过去嘛。他们每个礼拜会采购一次，他都会给我们食物。不过你们很特别，因为家里一般来讲有一个很需要照顾的孩子哦。就觉得啊，已经够了。你们还可以去当义工，然后去帮别人去做这样的事情，把孩子带过去，那边的资源比较贫乏哎。我说上帝有这个使命交托在你身上，应该是很乐意的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在经济方面我们就没有考虑了，就没有担心。我想上帝一定会预备我们所用的一切。况且我想姊妹是在当幼稚园，不是在国小的老师。对，我想这一方面应该是足够，没有，因为我们不会乱花钱。我们想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只要三餐能够吃得饱，我们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对，而且在蓝屿地区，我看见他们的生活非常非常穷，所以对我们讲，我们在当地已经是非常的丰富。志荣，你还记不记得蓝屿？记不记得蓝屿？记得哦，好不好玩？那里好啊。好玩哦。蓝屿人因为他以为他很会说话，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啊，他讲的是无意义的嘛，有一些是好玩的，但是不是一个有意义的句子嘛。所以我带着他去游蓝屿的那个环岛的时候，假日我们没有别的事，就是去环岛这样。到一个地方人家都认识他，他就会欢呼的语言呢，到一个地方看到他了就会说啊 Dolphin， 下一句就Hurricane， 这两句一定会出来，因为他在幼稚园小朋友互相学习，他只会说那些，其他的有意义的话蓝屿话他也不会讲，国语他其实也讲不多那时候，所以他的商标你这个不很失望，干嘛失望啊。志荣大学刚毕业的哥哥志华曾对父母说，以前觉得有个智障的弟弟很丢脸，现在想法变了，觉得弟弟比自己更贴心，做事情比自己更执着。志荣有很多是身为哥哥所没有的优点，也非常坚定要扛起照顾弟弟一辈子的重责大任。你们在他越来越大之后带出门，
的时候有没有碰过，就像刚刚韵玉姐讲，可能你说只是一个回头看，可能都会让你觉得有点伤心。对，更何况如果他在就学的过程里面有些孩子不懂事。曾经发生过一件事啊，就是哑巴吃黄连。怎么说呢，我原来是普通班的老师，教低年级，但是我想他快要入学了，所以我就去台北进修特教啊。那后来他一年级在上到三年级的时候，我的朋友他教三年级，他说哎，那你要不要就让他回归原班啊，现在是讲融合嘛，不要就把他孤立啊，切割得那么清楚的就留在启智班啊，这样也可以跟普通班的孩子互动啊。哎，我那时候心很开，我想我朋友接纳他，就是我很高兴。吃饭时间呢让他回归，然后上体育课也让他回归，这些他都可以做。国语数学没办法嘛哈，所以那一些科目他涂鸦他也可以回去。有一次他回去那边呢，下课时间呢，一群小朋友在玩，他们拿了楼上从楼上拿个小石子，捡到的小石子往下丢，刚好我们学校的一个工友他的车子在底下，就是被丢中了。然后一群小朋友呢就说是志荣丢的，志荣丢的。我到现在为止我还觉得那是一个谜，但是呢他就是这样子承担下来了，是他丢的，大家都这么说，没有人会替你辩解说不可能是他，或者说小朋友都很机灵啊，他们会狡辩啊，纵使是他丢他也不会承认，但是他不会狡辩啊，所以最后就是大家认为就是他丢的，这样子。那哥哥呢，过程里面其实我想爸妈已经早就从一出生就开始做好准备要去面对这些，那你是突然加了一个小弟弟进来以后，你会发现他跟你不一样，如果你看到别人讲他什么的，你会不会很生气，或是会，你会会。有一次是我在国中的时候，因为志荣的个性他很容易，他很喜欢去跟别人玩，然后有一群青少年就是坐在凉亭喝酒，然后他就跑过去跟他们玩，然后那些青少年是说一些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污蔑他的话或是什么，然后我走过去的时候，我是听到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啊？然后对这个人很奇怪啊，好像傻傻的。然后我要把志荣带走的时候，那些人就跟我说啊，如果我有这样的弟弟，我带他去自杀了。对啊，然后志荣他虽然他听不懂这些话，对，然后他还是想跟他们玩，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很难过。你有亲眼碰过别人欺负他的情况吗？需要你出手相助的吗？有算是打篮球的时候去跟他抢球，这样子故意这样子，好像拿着球不让他去玩。对，然后我就会走过去。走过去的时候，我说他是我弟弟。然后别人就比较不敢怎么样。志荣很喜欢打球，对不对？你很喜欢打篮球，你很崇拜哥哥吗？喜欢哥哥吗？很喜欢跟他玩哦，所以他其实我觉得很值得羡慕。哎，他一直可以保持在一个很平静很稳定，其实不好的东西我们会接收，他不会接收到，对不对？你有看过弟弟发脾气是为什么吗？其实还是会的。对，如果像跟他抢东西啊或什么还是会。对，他说没有。我也是。没关系，就让给他，对不对？上帝能知道。所以志荣其实是一个小天使，他其实可以走过一条，帮助其他唐氏症宝宝的一条路。我们从求学过程来谈，因为在幼稚园里面的状况，是他容易进去吗？那个时候我又开始很担心，谁要收容他呢？我老师这个问题其实还是存在的。虽然说我已经开放出去，是神要带领他，是人不一定啊。到目前为止还陆陆续续偶尔我会接到一些电话，就是有相同的这样的孩子的家庭，那个家长打电话给我说我的孩子要去幼稚园都是三推四推的，说意思说额满啦，或者你的孩子太重度啦，或怎么样，其实那家长都很受伤。我常常觉得说上帝真的是爱他也爱我们，那我们去跟那个幼稚园的园长沟通说我要孩子要入你的班可以吗？可以啊，来呀、啊！事实上，给他们造成蛮多困扰的，因为他常常会拉尿，他常会拉尿，所以裤子有时候带好几条去。这过程啊、你怎么训练他？他就是比较那个控制力啊，有时候会失禁啊。所以你看，一般幼稚园他可能不太愿意要收这样的
要多那么多时间去照顾的这样孩子，他就婉转的拒绝你这样子。他到了国小之后，你也去上了这个特殊教育的一些进修嘛，让你可以去照顾他，带他在一个班级里面，你对他也不手软的哈。他一年级到六年级都被我盯着，有时候我在会揍吗？曾经，国小一年级的时候是我带他嘛，那我跟我同事讲说，一子二教可以吗？因为我觉得他那么特殊哈，由你来带他，我同事也欣然答应了。后来呢？上课钟声响，奇怪，全部的人都进来了，大家就会小朋友就会告诉我说，杨老师你儿子没有进来，那我会觉得哎，我教育好失败，我们儿子不听我的话啊。但是在这里面那就是很懊恼，所以我就要出去找他，我就说志荣，我远远的叫说志荣进来上课了，他就装作，他会装作没听到，然后我再靠近他，志荣上课了，你有没有听到？ 你有听到了哈？知道，你只是不想回去，对不对？没有，你也在这想，下课你就是说老师我知道。后来我曾经打过他，就是因为我叫他进来他就是不进来，怎么叫都不进来，他太爱玩球了，所以他觉得下课的时候他抢不到，上课大家在里面，他可以很快乐的玩，没有人干扰他。后来我就请我同事，跟我同事沟通说，那我们再想个对策，让他上下课的时间能够很分明哈，能够是按那个按部就班的哈，有规矩这样子。我们就说好，志荣，你下节不可以下课，因为上一节上课钟声响你没有回来，所以你下节你不能下课。哦，我看他好痛苦，而且我们给他罚站，换一个圆圈给他站，他会越站越站，站到圈外去了。或者我们给他一个呼啦圈，就不用画啊，站在里面，他会把呼啦圈这样移。移到外面一点，这样子弄呀，一直移嘛哈，那个烟圈就跟着动了。对，他就这样子移哈。我们说，那你再下一节你还是不能下课，这样不行。他慢慢就知道规矩了。他后来我们更进一步要求他，因为他的语言比较迟缓，所以我们就要求他讲一些比较长的句子。那我就跟我同事一起设计说，等一下啊，下课钟声响的时候你要讲那句话，就是说站得好好的说，老师我要出去玩可以吗？我对他来说是蛮痛苦的，他都要喘一口气很大很大口，然后就要挤出那挤这个字，可是后来就说得蛮流利的了，我们的好你出去，就这样子训练啊，后来他的语言有进步。那个弟弟在跟你念小学的时候是同一个学校对不对？对，那个时候你班上同学知不知道弟弟的情况？他们都知道，因为有时候弟弟下课的时候会跑来找我。你那个时候会不会觉得说你不要来找我了，会不会这样？第一次来的时候有一点点，对，可是那个我们老师刚好基督徒，然后他跟妈妈又是朋友这样子，然后他就会教导我们班上的小朋友说弟弟是这个状况，所以大家要帮助他。然后后来大家同学其实都跟他打成一片。嗯，姐姐会模仿你的动作。对，对，然后我其实觉得他是一面镜子这样子。然后在进入青少年的时候啊，有一些不好的行为，或者言语上，或者行动上，然后或者是有一些比较不良的东西，书刊或者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会跟他分享。对，但是我不知道他会把这个事情反映出来。对，然后后来我就很怕把他带到人群当中。因为我怕他会表现出我隐藏的那一面，对。哦，所以会被抓包，是因为弟弟会，根本就不敢了，对不对？对，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一点排斥他。因为你怕他把你那个黑暗的那一面带出去了。对，我会很强制的去那个，就阻止他这个情形。对，比如是用打，不是用骂的。对，那是第一次打他就是这个情况。真的打他这样子。因为高中在新竹县没有启智学校，所以就要送到桃智去。那我们刚送他去的时候呢，他是非常不情愿的，一个礼拜回来一到五在那边，星期五下午就回来，一直到礼拜天下午又要去。星期五的傍晚是他最快乐的时候，因为他要回家了。那星期日的傍晚是他最不快乐的时候，因为他又要去了，所以他说我不要去，我不要去，他总是说我不去啊。
小爱化为大爱的詹长宗与杨月琴将心比心，把当初为志荣所开设的喜欢儿停车场扩大，让一群可爱热情的喜欢儿来担任服务人员，也帮助他们有更多学习成长的机会。虽然经营初期因为志荣的算术不好，他们不用计时计费制，而是采用以次方式收费，即使因此亏钱，他们也愿意坚持下去。如今停车场经营有成，更将喜欢儿停车场收入的10%捐出，希望能够协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一路走来，虽然家有喜欢儿，但绝不能丧志。他们的儿子志荣今天能够自立，也相信其他的喜憨儿只要父母不放弃，同样也能使喜憨儿出头天。要上高中是另外一种挑战了哈。那段时间我比较觉得不能适应，我不能适应，因为他自己不能适应，因为要过那个在学校住宿的生活。嗯。因为高中在新竹县没有启智学校，嗯，所以就要送到桃智去。那我们刚送他去的时候呢，嗯，他是非常不情愿的，一个礼拜回来一到五在那边，星期五下午就回来，一直到礼拜天下午又要去。嗯，星期五的傍晚是他最快乐的时候，因为他要回家了。那星期日的傍晚是他最不快乐的时候，因为他又要去了，所以他说我不要去，我不要去，他总是说我不去啊。其实我们就借着很多的机会，有时间在傍晚的时候我们也会去看他，但是觉得很不忍心去看他，看一看又怎么样，等一下又要回来了，要跟他说再见，他不要说，对对，哦，他就自己赶快跑到房间里去，他不会哭啦，但是他会自己好像哎，你们不是来带我，很失望，这样他就自己就走到里面去了。所以我们一直觉得，为什么这个牵涉到，就是我们一直很懊恼的说，为什么新竹县没有启智学校的样子？可是他已经毕业了。你们的懊恼，现在我看到詹大哥，是你也就开始接触到了智障协会，然后你们也开始去争取，对对，说希望有这样的启智学校。是是是。又不是你们，那其他的家庭怎么可以受惠呢？对不对？不过这一条争取学校的路其实不是那么好走，哦。对，我知道，已经争取了第6年。第六年是刚提的时候，连我们总会都说不可能的事情。要在这些没有设特殊学校的县市要设立，因为教育部当时在1990年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政策，不再设立特殊学校了，所以。因为我知道新竹县是没有特殊学校，可是对这些孩子就学是非常非常的不方便。对。可是我是一直在争取，争取到应该是去年，在全国特殊发展的会议的时候，我就当着当时的教育部次长面前提说，这些没有特殊学校县市，这些孩子就学的辛苦。所以后来是次长就答应说好，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因为志荣的关系，虽然他自己没有这个去享受到，但是为很多其他的需要的孩子去开了这条路。因为在等这个校车来的时候非常辛苦，因为校车是从桃园来嘛，所以我们家长常常带着这个孩子在路边等半个小时是非常平常的一个事情。而且等这个时间的时候，这些小朋友身体的功能没那么好，要上厕所，有时候跟人家借厕所，人家都不愿意借我们。然后有时候这个等这个时间长以后，有些小朋友去上厕所了，然后校车走了，所以常常有这些问题产生在这些孩子的身上。现在你在志荣在北埔开了一家叫做喜欢儿停车场，对不对？是。他是老板吗？算是吗？应该是他是老板。算是老板吗？ 对， 对， 对，我们是为他开的，为他设立的。所以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构想？因为当时我讲开这个停车场可以让孩子跟外界的接触，可以学习，可以学习很多社会行为，可以学习待人接物。对对，因为以目前台湾的情形来讲，要帮助这个孩子的训练的场所是非常非常的少。所以我想找别人不如找自己。所以我们就当时就觉得北埔是有一个观光地区，有停车的需要，所以我们就租了一块地，开了一个停车场，让他去学习。刚开始
我们设这个停车场的时候呢，他很厌烦呐、啊。嗯。去不到一个小时，他说我累了，我要回家了。你看，我就知道，难怪他刚刚这么久才回答我的问题。那客人对你好不好？嗯。客人好不好？好。都好，你看人家回答多快，人家客人真的对他好。客人真的对他很好。他有一阵子啊、哦，他会对你在收费。对。嗯。有一阵子他会，看到客人的缺点、啊、弱点，因为客人会，哦，都他们的费率都在跟我讲，这样从调了多少钱这样。啊，对，当老板的要先介绍一下业务。我是经理，叫经理哦。嗯，他叫经，他的他叫自称经理。经理，对，你是经理是吗？是。嗯，所以这个停车场在附近已经开始有口碑了哈。对，嗯，有开第七年了。对，已经满六年了。哦，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写停车做公益嘛、啊、其实我们因为是基督徒啊，我们一开始薪水是十一奉献啊，我想这个收入也应该要十一奉献、嗯、所以我们就想说这个十一奉献可以放在帮助弱势的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写了一个那个牌子、嗯、让人家知道说我们的停车场是很特别的，停车做公益，嗯，那这也很有意思啊。有人停进来，他说：“我本来考虑很久要不要停进来，停车就要做公益这样子。”他以为是要额外要做公益要钱。我说不是，你在北埔的任何一家停车场都是100块，停一次是100块，他们100块收起来是自己的，但是我停进我这边呢，你就会我会拨1/10，就是10块钱，对，帮你做公益，所以你就有做公益的、哦、不用另外。后来他们慢慢，所以生意会越来越好，他们就越来越了解了、嗯、也有人误会的或者存疑的，他觉得、嗯、他这个到底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好像用这个去打知名度啊、哦、或者去招揽生意啊，也有很直接问的哦，他就是说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喜欢的停车场。我说我不是那么愿意生一个这样的孩子哦，可是我已经有了啊，那我为他设一个这样停车场，他就脸红了。哦，这样子就跟我道歉了。他有没有拿薪水啊？这个经理有没有拿薪水？他上班一天给他20块给那个小狗吃啊，因为那铺满了、啊。哦，对，因为他不太会管理金钱啊。哦，对，他们两兄弟的感情很好，然后爸爸妈妈其实也很清楚的告诉过你说。以后照顾他的责任不是在你身上，这样你不用担心，对不对？但是你自己不是这么想的哈、哦。嗯，那个时候是妈妈跟我讲，我记得好像还蛮小的时候吧，就是说，等你长大以后啊，就要把志荣送到养老院了。嗯。然后我那时也是没有考虑，我就说不用啊，以后他会由我来照顾。嗯。对啊，然后我以后的太太也要能够接受他，这样我才会结婚。嗯，你有深思熟虑吗？还是一时冲动？就是很快的直接的反应啊。嗯哼，我跟哥哥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哥哥会说，妈妈，我觉得你好像太多虑了。嗯哼，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啊，他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而且我将来结婚的对象呢，我要先观察他是不是爱我弟弟。所以从他的身上那个一直不变的那个善良，那个天真啊、哦、那样的一个乐观，其实有时候会在你很累回家的时候看到之后会很感动，会提醒自己。我想在最后啊，嗯，爸爸妈妈跟哥哥，因着他，我相信你们的生命更丰富，有不一样的体会。有什么话要跟观众朋友分享的？爸爸先好不好？我想在我们有这个孩子以后，在我们在他身上学习到非常的多。嗯，在他尤其是特别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都会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在这个孩子的身上，我们学习了很多的耐心，很多的包容，嗯，还有看到他的喜乐的一面，就觉得我们生活应该是向他学习，就保持上帝给我们那种纯真，那种喜乐的心。我想这是神最给我们最大的一个祝福。妈妈呢？我觉得我要告诉朋友的是说啊，当你真的是上帝拣选了你，让你要去做一个叫照顾这样的天使的时候啊，你就快快乐乐的心去接受他，而且你仰望神的时候，神就会为你开路，不要担心，不要担心太多。我觉得在我照顾志荣这件事情上，我真的觉得我并没有，虽然我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大的冲击啊，可是到后来呢，我觉得这是亲神的，神给我的担子是亲神的，
不是超过我所能负荷的这样子，他会替我负荷，替我担当，所以你要仰望神，神就为你预备一切这样子。哥哥，我是觉得有这样的弟弟啊，兄弟姐妹啊，就是要接受他。然后我之前在电视上好像有看到说，每天拥抱一下可以纾解压力。嗯哼，对啊，所以我每天都会跟他拥抱，也是从小就开始。今天他们准备了一首歌，是由妈妈跟哥哥来吹口琴伴奏，然后由志荣呢来做手语的表演，让我们来欢迎《感恩的心》。不一样，我们的眼界，我们的人生才会更加的宽广。当然我相信每一个怀孕的妈妈都希望自己的宝宝是健康的，但是总是会有那千分之几的几率会生出比较不一样的孩子，当然唐诗晨宝宝就是其中之一。但是他和我们一样，不但有着生存的权利，而且他们有他们的生命的尊严。所以如果下一次你在路上碰到一个唐宝宝的话，其实你可以拿掉你的有色的眼镜跟他打声招呼，相信你和这个唐宝宝都会有一整天的阳光。各位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詹昌荣弟兄、杨月琴姊妹这一家人的见证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一边在看一边在想，在今天的电视机前面一定有许多的家庭，也许他们第一次看到了基督的信仰在这个家庭中有这么大的力量。我们也相信有一些家庭既或是有一个自称为基督的信仰，可是自己还是靠自己。我们真的觉得如果说我们把自己完全交托出来，真的让我们自己尊主为大的时候，他给我们的那个爱，不管我们经历任何事情，他都能成为一种力量。亲爱的朋友，但这时候我会想到你跟你的家庭，我们要不要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詹弟兄这一家人的见证，这种美好的见证使我们非常的受感动。
我们看见了，他们愿意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都继续的来支持，让这个爱保持完整，使这个智荣能够一点都没有缺乏。我们也看见哥哥愿意承担，志华愿意帮助弟弟，我们也看到父母对这个家庭的尽责。主啊，真的我们知道你就是这个家庭的主，基督就是这个家庭的主。我在这时候特别为很多的家庭祷告，因为他们需要主你的爱，不是靠着自己好与不好，而是主你给我们的一切都是恩典，我们要尽责的把你给我们的恩典把它完全如数的好好的保存下来。谢谢你为这些家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朋友，有的时候不见得很多的事情都那么顺利，可是我们也看见了在不顺利中间，这些基督徒他们是怎么样的。这个我们的詹弟兄啊，这个月琴姊妹，还有这个志华跟这个志荣，他们这种关系，人伦的关系，再加上主在他们的家里成为他们家庭的主，就有很好的美好见证。你羡慕吗？你要不要也接受让上帝成为我们的主，使我们天天有平安。